到後腹啦。嗱，後腹又係起步做啲咩咧？分清楚底面部啊，做咗個閘先。即係咧，一開始前後腹都係做咗個閘份先，面對面嚇喺底車，面對面喺底車。落咗針之後咧，對翻個窿位，用張卡紙攞翻個斜度，去到個窿位落大概0.5度啦。啊，車咗出去之後咧，拉長條線，順手將個裂咧綁一綁佢咯。嗱，綁咗之後咧，我哋咧就將嗰個叫做閘痕咧，唔好撥錯下。撥向我們的近後中的拉鍊位置，跟住分清楚下，這裡是直，這裡是彎的，撥向直位那邊，同樣也是一個開有彎的，這裡一邊，那另外那邊就不用做。好，首先找了個鴨，找了個洞位先，也是面對面，面對面，拉回斜。對翻個鴨，對咗鴨之後先至落咗呢兩針先，跟住先至揾翻窿位，擲住佢，同樣又係咯，由窿位落低，拉長先。咁我諗呢個擲大家應該好熟㗎啦。因為前後腹基本上都要做一次過係做四次嘅，因為前兩個係兩個，嗱揾翻直位，嗱一個開位兩個位，好搞掂咗之後咧，跟手做咩咧？就係落嗰個拉鏈啦。嗱，拉鏈嘅尺寸位留意一樣嘢嚇，無論拉鏈係買翻嚟幾長都好啦，咁我哋咧全部有一個標準啦，全部都係用翻幾寸啊？係幾多 cm 啊？玩幾寸啊？記唔記得？嚇、啊！十六 cm 係啦，十六 cm 啊，全部都係一樣啊。咁第一長咗條褲啫嘛？唔係，都係用翻呢、這個。如果再長咧，你哋嗰、那個比較難控制啲嘅，同埋佢十六夠用噶啦。啊，所以係面對面啊，記住一樣嘢，攞直位嚇，攞直位呢邊面對面，因為試過同我咧攞咗彎位車，點解車翼都唔得咧？車翼會彎嘅，因為佢攞錯咗位置。嗱、啊，由上高度翻落嚟啊！跟住就車 1.5cm 啊，因為而家全部兩塊埋埋一齊咧，全部都係啊 ，size 同後中都係啊 ，1.5cm 啊，一點五。落咗針之後又係對翻個腳位，對翻斜對對齊。中間有走位嘅，揀個腳攞翻齊。搞掂之後咧，就冇喐快步住，掀起佢，然之後咧換靴。咁記住換靴之前咧，一定要熄摩打同埋唔好踩腳踏板啊！小心小心。